どこから来たのかご苦労さんねタイムボカンどこへ行くのかお疲れさんねタイムボカン過去と未来と昨日と今日を行ったり来たりあっという間に知らない世界ひ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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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ならすとにかく一まず何よりすなわちタイムボカンビュンビュンチャッチャビュンビュンチャッチャタイム细说成吉思汗。开的博士不知被扔到哪个时代了，因此怎么找也找不到他。春子孤苦伶仃的，实在受不了了。唉，开的博士他究竟在哪里呢？爷爷，我多么想你呀！原来你在这儿，我好担心呢。你让我们好找啊！请原谅，让你们受惊了。打起精神来嘛，博士一定会找到的。啊，谢谢你，丹皮哥。哦，够浪漫的。好了，走吧。嗯，上哪儿去？看电影去。啊，买冰淇淋了，好吃又便宜，三明治的味道好极了，还有奶油咸味的爆米花了。哦，是多嘴鹦鹉你老兄来看电影了。嗯，不简单，对碎嘴的先生奉送点玉米花吧，免费招待。那么请慢用。谢谢了，大姐姐。我好高兴啊，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儿？这电影太有趣了，乖乖，太有趣了，非常有趣。啊，我的守护神，由于您的保佑，我又打了大胜仗了，请您品尝品尝我们精心做出的成吉思汗大餐吧。嗯，天下竟能有如此敬重我们多嘴鹦鹉的地方。等一等，我也想吃那样的大菜，乖乖，没准儿我也许就在这个时代里待过啊！哎呦，你又犯神经了，准子小姐，开大博士就在这个时代里，乖乖。啊，真的吗？梦梦，真的想起来了。没错，乖乖。那好，我们乘时间飞船出发。哦，哎，我全听清楚了。橙子，打起精神来，这次也许会见到博士了。谢谢妈妈，也拜托你了。Thank you.
话说，这里是1200年前的蒙古大草原，蒙古族的首领成吉思汗正率兵出征。我们实在是不想打仗啊！哎，想统治这么一大片土地，我们的首领成吉思汗的胃口可真够大的了。是什么？是个大帐篷。突然间就，也许是敌人的间谍。怎么办呢？惹出大麻烦来了。只要我不会有麻烦，乖乖。不要紧的，这些人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嘛。你说，也许是那样吧。怪呀，真想吃成吉思汗大菜。这个人便是真正的成吉思汗，那个少年便是他的儿子多蒙斯汗，瞧着面孔却是多么稀罕。大事不好，有间谍。间谍？是啊。对于间谍何必想得这么哆哆嗦嗦的，告诉他现在想逃还是唯一的机会。爸爸，他们也许是夺走我心爱的盖特的巴汉族人，快抓住他们，救出我的金娘子盖特，求求你爸爸。别哭别哭，我的宝贝儿子。放心放心，多么子涵，你是我的宝贝儿子，我一定会救回你的心上人的。等等，我们可不是什么坏人呢。我们是来寻找一个来自未来的人，放心，我们绝不是坏人。不必担心，他们不会加害于我们的。你好好。我们是来向大家打听一件事儿的。你们认识开大博士吗？他们是什么民族啊？这一带是里格里地区吧？说对了。老伯，您是首领。说对了，我就是成吉思汗，这是我的儿子多莫斯汗，我们都是英雄好汉。同样是成吉思汗，不过同电影里的主人公可大不相同了。说正经的，看来你们好像不是巴汉族人。我们不是巴汉族人。也没有礼貌，这个孩子。爸爸，即使不是盖的，别人做我的妻子也是可以的，我喜欢她，让她嫁给我吧。方才他说什么，好像提到了开打什么的。是啊，该打是被敌人巴汉族给抢走了呀。开打说的不就是爷爷吗？方才您提到了开打了吧？是该打。是开打吧？是该打。不，开打。该打。是不是您的口音听起来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不对劲儿？该打眼看就是我的媳妇了，这还有错吗？孩子，你真的对该打失去信心了吗？那好，那么就让这县城的姑娘做我的儿媳妇吧。这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呀？这时代和电影不同了，这里没人理睬我吗？如果不同意的话，那就处以火刑烧死他，听好。怎么办呢，大平哥？这可糟透了。各位别乱嚷嚷啊！天哪！你闭嘴，把那个鹦鹉抹油烤着吃，要色味相俱佳呀。真太不像话了，天哪。等一下，如果我们帮忙救出你们的该打，这一切就可以一笔勾销吗？你看怎么样，孩子？我怎么都可以，其实女孩却不是怎么都可以的。那好，不过要留下人质做抵押。做人质？就梦梦吧。天哪，你好狠心呐。不烧烤你了，还不便宜了你。不过梦梦可是个知道爷爷下落的重要角色呀。是吗？那么就留下小机灵。小机灵，我们会来赎你的，放心好了。好吧，不过万一我被弄坏了，岂不成了一堆废铁？那我也不愿意变成个烤鹦鹉啊，乖乖。算了，还是我留下来吧。春子豪姐姐，我相信丹平哥哥。春子，放心，保重，丹平哥。听好，期限是明天早晨以前呢。这样急？是啊，没说的，明天早晨以前。
因此还是派个助手给你吧，让他为你带路到巴汉族的部落去。领路的？把向导找来。好。在你们来到之前刚刚捉到的，好像是巴汉族的马匹，怎么样，是个好向导吧？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马呀？为了寻找 W 宝石，我妖孽是不惜老本，会追寻他到天涯海角。他们还不知道这是机器马，还要赶着走。妖女大姐好像赶着这马往巴汉的地方去啊。单凭他们可能是想到那儿去的，看来 W 宝石是在巴汉族集居的地方了。真的呀？既然我们知道了，就不必和单凭他们一块儿去了，先把他们带到沙漠里去。好英明，到底是妖女大姐。那么就去吧。真想看看单凭他们失败时的狼狈相。好疼啊！怎么你的技术老是这么差劲啊？对不起。你看什么？好嘞，这里就是巴汉族了。那特别高大的帐篷便是巴汉族首领的府邸，里面正在举办首领蒙德鲁的结婚典礼。这位活像只秃鹰的老伯就是蒙德鲁，这位呢就是新娘子该的小姐，也就是那位从蒙古族手里抢来的可爱的姑娘。我娶了你做老婆，成吉思汗他们也许会大发雷霆的。讨厌，你这只老秃鹰，我让我恶心死了。你这臭婊子。那里就是巴汉族了，驾驾，快跑！这马真不听使唤。这马怎么不像是一般的马呀？奇怪。你是说？我是妖女他们。天哪！真是妖女他们！救命！才知道完了。该走下一步棋了，把时间飞船给我击碎。遵命，一定击碎。又是骷髅飞船，好吧，开始还击！快点启动，启动！哎呀，这不要把我整个烤了！天哪！怎么会呢？跑吧跑吧，哎呀。
梦吧，你休想。哦，听我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是来告诉你，都交甲虫要来抢你的盖的，懂吗？你说说什么？绝不骗你。盖的他们是当然要抢走的了，其他的一切都会被抢走的。对方有可怕的新武器时间飞船，他肯定是要来的。时间飞船？呵呵呵呵，难道我蒙杜鲁王爷是好惹的吗？是啊，一切全指望您了。你能及时提醒我，我很满意。你叫什么名字？有你。我叫格鲁。我叫法沙。其他人我不管，只是有你，你要在这里等我回来。我好荣幸。兄弟们，跟我前去应战。是。事情顺利极了，趁他们混战的时候找到 W 宝石。我们天才。一个怪物来了。时间飞船，快躲起来。妖女他们逃到巴汉族的部落里去了。好，给你们点颜色看。混账，该死的。看来彼此没商量了。怎么办呢？啊，快落下来，只要留我一条命，我一切听从您的吩咐。太好了。是吗？你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见过这个人，对吧？是的，不管是蒙古族还是我们巴汉族都没见过这个老人的。又是多嘴的梦梦胡说八道了。乖乖，不管怎样，我们要把盖达领走。正像尤尼说的那样。尤尼，明白了，还是他的坏主意。好，就这么定了。如果盖达不喜欢我，那只好娶尤尼了。啊！闭嘴，想干什么？别靠近我，讨厌，讨厌，讨厌！我要娶你做我的老婆。做我的老婆，宝石算什么？要什么我都给你。我想要的只是 W 的宝石。哥，我们已经全力地求了，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连 W 宝石的影子没有看到。我的宝贝心肝。好美呀、啊！我太幸福了、我的新娘子、丹平哥、那熟悉的声音啊，是时间飞船啊！你要报到什么时候啊，丹平哥？是回来了吗？有开的博士，对吧？一心指望的是梦梦的话成真，可是他却让大家失望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想起他真正待过的地方呢？哎呀呀！时间飞船降落在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这个小镇治安糟透了，却只有一位保安警官。于是丹平就当上了保安警。这时，一个个神秘而奇怪的人物出现，他们是探听 W 宝石秘密的。于是，一场大决斗便在这里展开了，好热闹啊！请收看下一集《美国西部大决战》。
俺たちは天才、うんうん、あんたもいいぞ、うんうん、悪さ黒い好きなもの好きなもの大なもの太鼓と勘を追いかけてそれゆけそれゆけ